球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第13届春兰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半决赛的赛事直播，我是贾刚璐。今天非常高兴能和著名的世界冠军谭笑九段一起欣赏两盘精彩的棋局。谭老师好。露露好，大家好，很高兴和您在天元围棋见面。那棋友们，我们前天刚好讲了这个8强战。对。那么进入到我们半决赛呢，有3位的中国棋手和1位的韩国棋手。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呢，也先来看一下位于棋院的比赛现场。那看到了，出现在画面当中的呢，就是我们中国的三位棋手。哎，对，柯洁九段、唐伟昕九段和连笑九段。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先为大家讲解连笑对阵申真谞的这盘焦点对决，对中韩的焦点战。可以看这个座位啊，柯洁对唐伟昕两个人是并排坐的，那连笑一个人在前方奋战啊。是的。这个也比较方便柯洁和唐伟昕看连笑棋啊。是的。那连笑和申真谞呢，之前是有过3次交手啊，1-2也是比较接近的。是。对，而且他们俩呢也是这个队友嘛，也是苏泊尔杭州队的队友啊。对，维甲队的队友。一般哈都是申真谞麾下主将，我看对可能稍微多一些。是的。好，那这个比赛呢，因为也是开始的比较早啊，我们先进入棋局。那我看在围甲的时候，就是申真谞来的话，申真谞下主将；那申真谞不上的话，连笑下主将。是的。其实也可以看出，其实两个人实力上应该是差不多的。对，而且也是非常熟悉嘛，又都是多年的队友。对。所以他们的这个棋呢，也是会非常的好看。对，这盘棋我看布局下的还是相对比较快的。申真谞是黑棋，二连星之后点3-3。说到申真谞的这个布局，我还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发现申真谞在韩国围甲联赛的时候，很多时候会采用一个错小目这样的开局啊，但是他来到中国比赛好像基本上都是二连星，而且越到那个重大比赛的时候越下二连星。哎，这说明了什么呢？这个也不知道说明什么，因为我们在这个比赛没有开始啊，有和赵晨宇当时探讨过。因为当时赵晨宇要对申真谞是上个比赛。 对，然后说赵晨宇说好像他下错小目是骗我的啊，其实一到正式比赛就开始下二连星了。是这样。可能是韩国人和中国人的棋风吧，我觉得不太一样，所以说他对中国人的话基本上都使用二连星。而且韩国的话，作为黑棋贴6目半，我觉得他可能也觉得黑棋的压力相对会小一些。对，有可能就是差那小小的一目棋。是的。对，是因为我之前也看到好像有棋友也觉得，就是好像小申因为现在在韩国的统治力比较强，对，所以他在韩国下比赛的时候往往他的心态上是希望以一个稳拿对手的心态平稳开局，我们先捞些目是吧。对。那当然今天呢他肯定非常重视这样一位强敌啊，所以他是选择的二连星，然后点角。我们可以看这盘棋黑棋也是二连星完点3-3。那么连笑在一个右上角还一个点3-3。其实这样的布局的话就比较快，进程是比较快的，也没有太多的好讲，因为都是定式嘛。是的，也是比较常见的下法。对。那么现在这个时候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个黑棋它敢飞吗？你敢飞吗？这是给棋迷朋友们也是想一想，这个时候黑棋敢不敢飞啊？因为有的时候经常大家会问什么时候该飞，什么时候不该飞。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话题。对。那么首先现在的这个局面呢，黑棋应该是不太敢飞的。为什么呢？这样的话白棋会拖。那么飞完之后，如果黑棋是长的话，那它的意义就不大了。对，它还是要下这个复杂的定式。对。那这个时候为什么黑棋不能下呢？因为现在是一个选择嘛。这个下定式的话基本上是一个你判断然后下成是一个什么形状好。那么首先现在这个棋黑棋要搬的话是非常复杂的。对。那如果我下一个简单的。咱们先摆最简单的图吧。可以看这是一个公认的定式，这个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也是比较简单的。对。但是下成这样之后呢，
黑棋全盘啊，这个配置不太好。哦，可以看白棋先捞了一个角的实地。那么如果继续下，黑棋可能会打了压。啊，黑的现在算飞，那么白的飞，黑的上方拆个边，白的贴过来。嗯，那为什么说黑的配置不是很好的呢？其实可以看这个地方也是黑棋的星位，但是一般呢，这个地方黑棋会在小目乌有角啊，小目单关跳，甚至是大跳啊，才会选择的这样一个配置吧。所以说，右边这条边它是啊比较空旷的啊，以后白的比较好处理。所以说现在这个图黑棋是不满意的哦，尤其黑棋随时啊，可以看左下角这个定式啊，黑棋是有一个争子的风险。对，这个也是棋友们经常见到的。这个地方白棋随时会有个冲断啊，断里面，那黑棋必须得打吃，那么白棋有一个争掉这个子的风险。嗯，那么如果现在黑的比如说走白棋挖粘啊，这个棋黑棋啊，这个方向形棋方向就是不太好的。嗯啊，所以说有的时候虽然是一个大型定式，但是还是要分场和分配置的。嗯，那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个配置黑棋选择这个简单的呢不太理想。对，不太理想。但如果选择复杂的话呢，选择复杂黑的斑白的虎啊，其实这个地方呢啊，其实前面说过，由于下面黑棋有个争子的风险，黑棋是不是很有利的，尤其在这边战斗的话。嗯啊，如果选择虎沾上飞，嗯，然后白的现在断上面，嗯，再断啊，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定式。嗯啊，但是由于其实黑的争子基本上怎么样都不太有利啊，由于下面黑的这个是软头的关系啊，所以说现在黑的是不能飞的，基本上。哦，就等于说本来这个地方是一个势均力敌的非常复杂的定式。对。但由于黑棋这个位置的选择。对，这一个小跳啊。对。啊，就算放在小飞，可能由于白的这边的话，黑的也是不太敢选择飞的，在右上角。嗯，所以棋友们在类似这样的场合呢，就要慎重的选择这个飞。对，一定要这个飞，大家要搞清楚什么时候它是敢飞的啊。这个其实是。挺难的一个话题。对，那什么时候可以飞呢？那么我们给大家换一下吧，比如说这个角，嗯，换一个角啊，黑的这个角是黑的，啊，这个角是白的。哦，那我们要是这个点个三三，比如说跟刚才一样，嗯，就算这样吧。啊，换了一个角的话，现在黑的棋就敢飞了。哦，这个时候因为这个争子有利了啊，对，争子有利。那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争子吧。对，就是为什么争子跟这个地方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定式确实比较复杂，棋友们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比较掌握清楚。对，给大家看的是哪个争子啊？嗯，那么现在白的斑啊，跟刚才定式是一模一样的。对。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黑棋由于争子有利，黑棋现在还可以选择断掉。啊，嗯，这个地方白的打了长之后是争不掉黑棋的。所以说如果黑棋是下了一个这种对角的话，黑的飞白的任何时候都是要顶的啊，这个是一个常识。嗯，好，那棋友们一定要记住，就是当黑棋如果这边争子有利的话，面对飞我们就选择顶了斑这样的一个应对。对。那么这盘棋的配置呢是相反，这盘棋的配置是黑棋反而受到牵制。嗯，所以黑棋并没有选择这个飞的下法，黑棋长一个，对，那么白的飞，嗯，黑棋小尖啊，对，这个黑的小尖是必要的一手棋啊，因为如果没有小尖的话，对白的这三个子是不好攻击的啊，嗯，所以说小尖是一个必要的一招棋。嗯，这样走完之后，其实白棋这一带呢是，可以说是欠着一手棋的，对，但是这盘棋他选择的是比较高效的。对，大飞手脚。嗯，我觉得连下他对布局今天布局是有准备的，可以看他布局下比较快，尤其像这种大飞的话，比如说正常白棋，嗯，这个应该是棋友们走一个也是多的啊，可以的，而且没有什么不好这个局面。嗯，那么如果有棋友还记得的话，嗯，那么白棋黑棋高挂这个地方啊，其实也是前一段下出过啊类似的对局。对，然后大家还记得是哪盘棋吗？那黑棋的下一手呢也不是我们过去的
对对，常见的、这个。但是今天这盘棋是不会选择成这样的变化的。嗯，由于上方的这个配置不太一样。嗯，是的。所以说白棋拆三也是一个本身一个好点。嗯，但这盘棋它是选择了大飞。嗯。然后那么黑棋就抢占了这个好点，白棋飞。嗯，我是感觉笑笑他是面对韩国这种越顶尖的高手他是越兴奋的一个选手啊。像之前对朴廷桓，我觉得笑笑经常把朴廷桓打的那个毫无还手之力啊，那个棋是，而且确实笑笑的实力也是有目共睹的，然后他自己也应该说迫不及待的想要在世界舞台上更好的证明自己。对，他可能反而怕一些不是说那种最顶尖的但是也很强的那种选手、嗯、啊，就是听起来名气好像差一点，嗯啊，但是实力其实也挺强的。是的，所以我们也希望今天笑笑能够有好的发挥。对，白棋再把右下角这个三三点掉。对，那么这一下四个角基本上就下完了。是的。啊，这个时候黑棋又选择了飞。飞啊，现在黑棋就改飞了啊。诶，为什么呢？啊，因为这又是一个配置的关系吧。嗯。我们再讲一讲这个角为什么黑棋又改飞了呢？嗯。啊，现在如果我们下一个你是飞刀。嗯。所以我们常说就是定式的选择一定跟周边的配合。对，它配置是非常有关系的。对，现在如果我们还下成一个基本图。啊，黑棋搬，黑棋搬。黑棋现在肯定是会选择搬了。啊，不会给你下别的图的。去打吃。嗯。虎。白棋搬。啊。这个地方。黑棋连扳，嗯，白棋粘上，黑棋拖，啊，其实这也是一个大型的定式，是的，也在很多实战谱中出现过，嗯，啊，那么白棋一旦形成了大家比较熟悉的变化之后，对，会发现这个配置上，嗯，对，啊，这个角里面呢是一个双活，双活，啊，嗯。对，这个地方还是变化手术很多啊，棋迷朋友们可能看得比较眼花缭乱。嗯，说这个棋很难记啊。嗯，那怎么办呢？但是那也得给大家知道这个变化。是的，就棋友们如果觉得这个过于复杂的话呢，可以自己选择避开。嗯，但是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啊，就是看一看，或者说平时可以有兴趣的棋友们可以试一试。现在的话就算白棋打住，嗯，那么这个地方呢现在告一段落了，可以看黑棋啊，黑棋走一个，白棋走一个，嗯，那么现在呢里边是个双活啊，那么按中国围棋规则呢，这个有眼双活，黑棋这个有一个有眼双活的地方呢，黑棋这盘棋是便宜一目棋的哦，啊，等于最后是184个半，对，等于是黑棋184个半就可以赢，等于说黑棋除了这个地方黑棋外面盘面七目啊就胜利了。嗯，那么韩国围棋规则其实也是比较有意思的，那么如果这盘棋是我们是韩国围棋规则，嗯，那么这个棋以后白棋提了之后啊，如果再点目的话白棋需要再提掉这颗子啊，因为双活的话它这种没有提掉的是没有目的，韩国规则，哦，啊，所以说在这种局部韩国规则和中国规则都是白棋都要扣一目，嗯，这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哦，是的，那么可以看现在如果下成这个局面这个配置的话，那白棋是非常不理想的，那黑棋可以看这个头和这个发展啊，这块空以后会很大，那么白棋的这边是没有任何势力范围的，嗯，啊，所以说现在这个图白棋是不能考虑的。对，这样的配置黑棋的这两个子就显得恰到好处的限制了白棋的发展，嗯，是的，所以白棋是一定不会选择这个变化的。对，所以说这也是白棋为什么现在它不能拖啊。嗯，那么倒推过来就是黑棋为什么会去飞，啊，所以当现在黑棋飞的时候白棋同样会选择顶了扳的变化。那么顶了扳之后的话黑棋就比较简单了，嗯，对，嗯，要么是扳了断要么就是长，那现在的配置呢是选择的扳了断。对，那么白棋打吃，嗯，黑棋打，对，啊，这个时候白棋好像
进入了一波长考。嗯，可能是在想这个打出来作战怎么样。对，这是一个抉择啊。最后他是选择了打出来。对，实际上选择打出来。我觉得他打的时候是不是在想黑棋敢不敢提？对，会不会提呀？如果是打吃上来，白的现在到底敢不敢打，其实也是一个问号啊。因为其实可以看这个劫，黑棋并不是很重。那如果黑棋在造劫啊、右上方这种撞造劫，白棋会怎么办？其实也是一个未知数啊。嗯、这个造劫还是挺难受的。那么如果白的这个地方啊忍一下，白的长在三三的话，其实那个地方被便宜了。那黑棋可以考虑现在比如说打吃了小尖啊这种找劫的方式。嗯，因为黑棋开在这儿的话，这个劫就轻一点。对，这个劫并不是很重。嗯，可以看被白的粘住，其实这个局部也是还好的。那如果白棋不一定敢吃，那就有可能是要吃在这儿。对，白棋是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图啊。那么实战申真旭是没有选择题，对，他选择粘上啊。我记得类似这种打吃的话，嗯，很多时候都给出的图是黑棋要提啊。嗯，那粘上的话等于就是被白棋尝出来，还是觉得对，我因为粘上这个图啊，在我的记忆中是白棋还不错。那么实战连笑也是选择了长了跳，嗯，比较简明的一个变化。对，这个地方显然是是有研究的飞柱、嗯、然后黑棋这个时候是不能冲断的是吗？这时候冲断也是也是可以考虑的。嗯，黑的一般是冲了跳一下，哦，或者是跳了冲然后再断。那么白的长出来，黑的长还是压，黑的会长，白的尖冲啊。哎，啊，就是很显然你是希望我冲断你嘛。对，因为这个图是其实是应该双方肯定是都用 AI 跑过的、嗯、啊，这个棋我也是知道的。那怎么样呢？啊，我记忆中是白棋是不错的。嗯，啊、从初始胜率，比如说啊，白棋60的话，现在会涨到66左右。哦，那还是有一定对便宜的。哦，是这样。那现在的这个配置也是觉得黑棋的分段意义不是很大，是吗？对，因为其实这个地方可以看白的打拔以后，黑的基本上算虎一个，黑的下方还会被跳下去搜刮一圈。嗯，那可能是觉得这个时候冲断没有把握，那么实战就是跟着硬的啊。那么实战黑棋贴我记得也是白棋不错。嗯，啊，这个局部总之好像怎么下白的都还行、啊、那看来就是说一般这个棋还是想提的，因为追求效率嘛。对，然后在粘上之后可能长出的话白棋还是会有一定的便宜的。嗯，哎，那看来这盘棋的布局白棋还是挺顺畅。对，但是这个棋以后就是比较难判断的一点就是、嗯、啊，比如说可以看成这样，白棋上面走了这么多颗子，那这个子到底如何点目呢？嗯，啊，这个是特别难判断的。你说白的这么多颗子，它总是不可能没目，但是你要说有目，这怎么点目啊？这个地方就非常的困难了。对，这也是我们人类棋手跟 AI 之间最大的差距啊，就是判断。对，在这种虚实的这种判断上。对，因为根本就无法去点目。你说这一串白子，它到底这怎么点？这个地方它也不是目。但是它肯定是有一些潜力的，这对中央，啊，是的。那么黑棋，然后黑棋走这个，黑棋补了一手。对，这条边为什么是拆在这个位置的呢？这条边基本上就是对这个或者这个，嗯、啊，也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了。嗯，那这两个就是说，这个可能更看重这边的头，对，但是这边的间距，这个的话会更厚一些嘛？这个。比如说白棋以后啊掉一掉哦，那么他拆在这儿一定是认为白棋你是不敢打入的。嗯，你要打入啊，我不管我是靠了长或者是飞住啊，这棋我肯定是攻击或者是去直接吃掉你。嗯，啊，你打入是不便宜的。那么黑棋也可以选择靠了长的手段。嗯，啊，就是你打入在不成立的情况下呢，我觉得飞更加扎实一些啊。嗯，那么黑棋小飞，白棋啊小尖，对，这也是一个好点啊。反正总之是走了一手比较大的棋吧啊。对，因为现在也不知道走哪，要么其实也可以考虑
注重实地的可以选择阿卢地，对，更实惠一些。但这个就是对外面的头对更好一些。然后黑棋是刺这个刺，总之白棋已经很厚了嘛，黑棋就想这个刺先手就把你刺掉，然后底下成一些空啊，这个比较好理解。白棋冲一下，黑棋反冲，白棋挡住，黑棋挡住。对，这个为什么要一定要反冲这一下？他不冲这下的话，他担心在挡的时候应该是怕白棋靠一个的反击手段。哦，这个时候首先冲已经是来不及了。对，这时候再冲白的肯定是粘上。你但如果我简单的被你断开，对，这个黑棋棋形和气就很坏了。有点不好，这明显气紧，可以看这个断点，而且这个子现在还不太好吃掉，所以说在白棋冲的时候，黑棋冲是很机敏的。就是防白棋的这个靠的手段。对，好，那么冲完之后粘住啊，对，因为这个地方眼见的黑白棋也有点气紧。那可以看白棋刚才就说这一档可以看这么厚这么多子，但是确实没有看到目啊，这个棋子力很多没有看到目，但是他该怎么判断啊？我觉得这个判断是围棋之中特别难的一个环节。就是你看黑棋看着不错呀，这个实控好像也捞了一些，这边也是实控，两边都走到了，而且白的这么多颗子，那黑棋这两颗子我再补一手啊，你看着就你这些子就没有用了。那没有用的话，白棋这个实地还是挺紧张的啊。如果说你这个真的啊，咱们一目棋都没有，就是一根棍子，那他确实白棋实控是不太够的。所以现在白棋要发挥自己的后势嘛，要打入。对，这步打入应该也是啊，当前局面下比较积极的一手棋。因为现在白棋需要找头绪嘛，刚才说过，这一条如果是跟着黑棋跳，那么比如说黑棋慢慢加强自身啊，补一手。那么在这块棋黑棋肯定活了，那白棋只有利用这个去围大空啊，这个就比较去难判断。那所以说你觉得现在这个形势怎么样呢？就在这一代定型完之后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连校下棋的时候呢，他知道这个棋我肯定不坏啊，因为他肯定是研究过的，这个棋是有见过的，有研究啊，知道自己胜率呢还可以，但是胜率还可以，不代表以后能完全很好的运用好啊。所以说，怎么去运用这个白棋中央的后势，是这盘棋胜负的关键。是的，就是说，现在有可能棋友们在看的时候会觉得白棋的胜率不错，对。但是其实我们单纯从实控来分析的话，很明显黑棋实控的是挺多的。对。对，所以白棋之后要把自己的潜力怎么去转化为实际的利益，是这盘棋的关键。那么白棋。打入那现在当然黑棋是必须联络，如果现在再去反击被白棋把这里跳出来的话，对，那感觉、这个、受不了，对，这两边的弟兄都很危险，所以黑棋一定是压或者是不管怎么样把这联络的。对，那如果黑棋跳一个的话，白棋会应该会脱断。 对，就有点松，对这个子没有什么压力，这等于是黑棋补一个之后黑棋自己反而还飘起来了，反正没有跟。对，那可能这手棋就值得上去。但是如果黑棋当时，那你说这个棋黑棋这么补一个，主要还有点漏风，实在是黑棋也没有那么悠闲啊。这个这么补一个，实在是可能稍微有点看不过去。所以这也是比较必然。那么黑棋是压住，然后白棋一顶，在顶的时候黑棋就有点难受，这个地方产生了好几个变化。是的，我们也看到在这里小生也是用了挺长的时间。因为眼见的黑棋首先第一个会想到的，对，你挡一个是最后势的，那么白棋搬过，黑棋虎一个，白棋顶打，对，那么可以看黑棋走了一手啊，和白棋这个交换，黑棋这块棋的根据地全部都没有了，而且白棋脚线也厚了，这个目数也捞得很好。这个是黑棋明显是不能忍受的一个图。对，那么如果要阻度的话呢，黑棋就存在了 AB 两种可能性，对，粘和顶啊。是，那么粘的好处就是白棋在这个地方就不能再冲出来了。对，那么大概就是可能下成这样。
但这样同样的黑棋也要考虑，就是这么一下好像感觉还是我补了一个，然后白棋也比较轻松的就破掉了。等于黑看黑的这手棋还是啊，这个子如果这个子放在这儿，黑棋肯定是特别的开心。那现在放在了一个这个上面，感觉跟哪儿都没有用的一个子。对，就这里的破绽依然存在，然后对这边呢也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这个图是黑棋不那么满意，所以他可能还会考虑顶的变化。对，我觉得他当时对顶应该，首先他跳起来的时候，我觉得他有可能原计划是准备顶的，因为跳的话，黑棋跳这步棋不会没有想过白棋啊反击打入。那么现在白棋就要拐，如果是顶的话。吃打吃啊，黑棋这时候又产生了两种选择，一个粘上，一个打吃。对，如果打吃的话，就是一个相当于弃子。对，然后白棋打黑的提一下，白棋粘上、啊。但好像这里黑的在跟白棋对杀，应该是杀不过了啊。那么这颗子就被白棋割下来了。嗯，而黑棋外面其实可以看它顶这搬一下啊，对白棋脚上也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说这个图黑棋不太满意。嗯，那如果粘上的话，对，因为我在看棋的时候，我当时在想，如果白棋顶啊，当时已经下了的顶了，然后我想我黑棋是不是会下这个图啊，就是现在的弃子。嗯，这也是需要判断的、啊、那么黑棋这下打不打其实也关系不大了，白棋也不会走、那么黑棋在上面点一个，嗯，就是通过这两下呢让这个断点消失了。对，等于是黑棋以后这粘了打是先手啊，上面打是先手。对，还可以考虑如果用实控就用这个等等吧。对，这样白棋应该会爬吧，爬一个、啊，但是一爬的时候黑棋在这个角其实收获也并不大、对，因为有这个子的限制，好像总是没有特别的舒展这个棋形、是的，所以这样也是挺损实控的。所以我想可能又是考虑到了这些原因，所以在顶的时候小生是纠结了挺久。对，然后最终还是选择了应该说最朴实的一个变化，就是粘上白棋飞过。这样的话感觉这个局部黑棋确实不太满意、因为黑棋这个根据地实控都被白棋给破了，那么黑棋这五颗子还得往中间自己跑。那其实这么看来，当时要不我们煎一个，也过得去。事后诸葛亮就有点丢人了。是，但不管怎么说，如果说黑棋先跳一手被白棋一打入下成了这样，那么这个局部白棋是满意的。对，白棋成功。所以接下来呢，黑棋我当时看到 AI 给出来的是淡淡的补一个，但我觉得，从小生的角度来讲，他可能觉得有点缓。补一个黑棋在这跳一个，然后底下被再往中间跳一个，这真的不知道黑棋在干什么了。白的就算跳一个，是的，这个关键是现在黑棋如果这么下的话，黑棋会很迷茫。我中央这自己这走完还是一块孤棋，被白的随时飞过来，黑棋依然要走。那么我走了半天，我是孤棋，我还没有目，我得到了什么呢？是的，所以小生是觉得这个时候我既然这三个子在这儿，我就要去骚扰一下你的这个大飞手脚。对，他是这个用意，他是这么想的。那当然白棋是选择了外搬。搬。黑棋里搬啊，在这儿又形成了战斗。对，那连下的风格我想棋友们还是比较熟悉的啊，这个他一直都是比较好杀力战型的。对，大刀向前冲嘛。是的，网名叫大刀向前冲。对，就是笑笑是给人那种就第一感是很邻家很那个秀气的感觉啊，但是他的棋呢一直都是大刀阔斧的，力量很强。应该和他性格也挺像的，其实就是看上去他是一个比较文静的什么，但是如果了解他的话会发现他不是这样的。是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那笑笑肯定是选择了这个强力的应对。然后那接下来这个地方看起来因为黑棋这边气有点紧嘛，就好像脚上直接对杀也不一定有力。对，直接对杀的话黑棋会有一个顶的这个破绽。对，就白棋这一顶说要么你就让我度过，要么我就从这个地方嘟嘟嘟出冲出去。对，所以这个时候黑棋怎么办呢？黑棋到这儿虎了一下。
对，这个虎它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挡，那我以后等你再顶的时候，可能这个地方，哎，这一下能让这两个子气变得紧。嗯嗯。那么实战它就是虎的啊，实战就是挡的，白的也是挡。嗯，对。那我们来看黑棋是怎么办。好，搬。这个地方是黑的搬了一虎啊。嗯，黑的是虎啊，因为这步棋如果黑棋粘上的话啊，如果黑棋粘上，那么白棋有可能就考虑这个弃掉两个子。哦，因为你站在这儿的话呢，脚上已经死掉了。对，脚上是个净死，那么白棋现在可以考虑啊，弃掉两个子，然后一路打回。嗯，啊，这样虽然你在这一带收获很大，但是我的实控也是非常可观的。这属于一个黑棋走后了，然后白棋把木全部给啊包住的一个下法。嗯，是的。那么申真旭一定是觉得虎肯定比粘上好，所以他虎了一个。对，因为如果你再选这个图的话，我脚上欠着一个活棋还是差不多。对，如果还是下成这样的话，那显然白棋是不行的。对，但是呢，这个虎如果当黑棋，比如说把这边吃掉的时候，那么很明显这个虎是亏木的。对，木数和气应该都是亏的。嗯，所以当黑棋虎的时候，笑笑也是下了一个很强力的反击。对，因为这个时候确实当时看出给的图是白棋一加弃掉，对，加蛋的。那我觉得黑棋在加的时候应该会顶住吃掉。也就是说 AI 的认为，就是如果看成这样的话，白棋在外面去抢大场的话，它是可以接受的。嗯，对，但是这只是啊，我们看着数据去说话。对，如果可以看，如果黑子一靠，这个把白棋这个角给收获下来，那其实白棋所得它并不明显，这个外面提了朵花。嗯，啊，这个木数是非常受损的。所以说如果像这样的话，白棋肯定是不满意。对，你想，尤其是当事人哈。对，当事人肯定觉得你这地方本来不是说要在这儿补棋的吗、嗯、你怎么一靠，哎，还把自己这个又有木数，然后还连通的把我吃掉了。对，这黑的这地方成了15木墙、啊。对，我觉得从我们当时的判断是不太可能下这个图的。对。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觉得笑笑的选择也是挺有利的。对，他是先这步冲对也是长好之后下出来的。对，他是先问黑棋，你不是说我气紧吗？然后我先在这里冲了打吃。对，问你一下，啊，这步冲了打吃应该是好棋。嗯，至少黑棋现在打吃，白在提的时候，啊，首先现在黑棋要面临选择。嗯，啊，首先黑的如果打吃的话，白的就从这里顶出来了。是的。那么可以看白的提了一个子之后，黑棋啊，这个断就不成立了。对，给大家看得清楚一点，就虽然看上去白棋还是气紧的，但是刚好你这个地方是被我叫吃着的。对，所以你并不能从里面走、嗯、那么我通过这个提子就防住了你的手段。嗯，是的。那如果说你不走这边，如果不走、嗯、那去杀白棋这个还是要顶顶一个、嗯，对，因为如果你补在外面的话，这个里面并没有吃干净、啊、对对对，这个脚上还是没吃干净，对，所以黑棋是要走在这儿。那么白棋虎、嗯、其实白棋这边收获也是比较大的。那可以看白棋刚才加了这个打呀，它这步棋并不大，那白棋把这手棋放在了这边外面啊，这等于是冲了提完一虎，对，等于吃了20多目。是，主要这是看得见的，就是我很好判断的一个。所以笑笑是觉得如果这样转换的话也是他可以满意的。嗯，白棋可以接受。嗯，那实战的话小申是选的吃这个，那么白棋这个顶就成立了。是，所以感觉上在这一代的这种攻防上白棋也是下的不错、嗯、对，黑棋看很危险，看着这棋、嗯、对，那黑棋现在是阻度提掉。对、哦、这步提掉其实挺有意思的。嗯，他给了白棋选择。嗯，啊，本身白棋这时候我可以度过，对，度过，但是黑棋会断白棋一下，那它差别在哪呢？其实就是因为断到一下，粘到一下，啊，一路打一下，白棋亏了两目棋，嗯，啊，这个棋白棋亏了，啊，黑棋打一下做活，啊，白棋左边的目数差了两目棋，嗯，就这一带的目数，对。那么为什么说它差两目棋呢？因为这个图黑棋刚才也是可以选择的，那黑棋可以粘白棋度过，黑的再提。嗯，但这样白棋就会粘在这边。啊、这样白粘在这儿啊、嗯，这也是跟刚才说的差了
两目棋。对，就是等于这个地方把打回打成这样。对，所以这个地方两目还是很大的，这是白差两目，我觉得不能忍。那关键是这个棋呢，那如果让黑的选择，黑的还可以选择直接阻度。嗯，那么比如说直接阻度，那我肯定要冲白的冲，那其实也是一样的。对，所以从这个逻辑推，黑棋是希望你度过的嘛，对吧？因为我不想让你度过的话，我可以先选啊。对，所以我就是问你一下，给你点那个纠结的可能性，或者浪费一点时间。嗯，这个你有选择的时候，你就想我是不是选择另一个，对不对？虽然就算是计划好的，他也可能会纠结一下。是的，那实战啊，是这样下的。对，黑的选择了打了从下面过去，这个确实是没有想到。黑棋正常的感觉上，黑棋阻度总是立一个，嗯，那么白棋现在会打一个，嗯，然后黑棋这时候在纠结。黑棋首先这个三个子应该是不能跑了，就这个图棋，这三个子应该，这个是万万不可取的。对，这一跑完可能上下都要死，首先脚上也牵个死棋，嗯。那么黑棋现在有可能的是比如说直接开劫啊，拿这儿当劫材啊，开劫完跳一个找劫，嗯，白棋可能会靠一个，比较有可能下出来的。但是这个劫呢，白棋非常轻，嗯，大家可以看这三个子其实白棋可要可不要，嗯。那么比如说我们找找劫嘛，首先这个冲应该是劫，嗯，那么或者在这边撞一撞，嗯，是的。所以说这个图申真旭是判断它不太行哦，所以他觉得他选了另外一个，他是想说要不我就从这个一路把我这个欠着的半块棋通通的救回来。对，但是这样的话，首先白棋这一带的形状比刚刚要更厚实一些，嗯，这是全部安全无恙的联络，然后呢外面呢也比较厚，对，下成了这个样子。对，是的，嗯，对，下成这样。等于可以看，我们可以总结一波得失了。嗯，啊，就是白棋打入之后呢，黑棋通过这个靠的手段，那是把角地给破了。嗯，啊，但是外面其实四个子死了，那么黑棋在这拔的朵花，白的跳回去。嗯，啊，其实这个地方还是之前说的一个判断问题，啊，就是当前他觉得局面怎么样？嗯，啊，我估计下的时候，申真旭他是觉得这个图他也还好，差不多。因为如果我们现在其实就数目的话，嗯，那么黑棋依然是其实这一圈的纯实控也还行。对，然后关键他可能觉得我这个地方厚了，其实你未来上面就也不容易围得特别大。对，应该看出黑的活了，加上中间活了八目棋，活的也还行。那你要说白的，你这二四六八，你这点目就十目出点头，那上方如果不成大控的话，其实黑棋这个局部目数是还行的啊，这就是一个厚薄。尤其之前说的白棋这个这一排子它到底怎么判断怎么点目，那你看现在这个地方如果不点目，那白棋这一排子就是那都是一根棍子啊。是的，对，所以现在我觉得可能从对局者来讲，应该小申没有觉得自己很不好，虽然说如果从我们看着这个 AI 给出的数据的话，那么下到这个时候应该已经是白棋在胜率上是优势很明显。对，嗯，对，那么黑棋继续靠。对，那么可以看连笑的这个招法，肯定觉得自己也不错。是的，因为我们为什么老说围棋是守塔，就是他们在面临各种选择的时候，他做的选择其实就传递出了他的想法。对对，像这个地方如果这个不好的话，我相信白棋肯定会粘上。嗯，会更积极一些，能多撑一点就多撑一点。是的，啊，那白棋就虎，黑棋搬，白棋就退。哎，所以这盘棋有意思了，就两个人都觉得这个局面不差，或者是还早，就都觉得还早。那这时候黑的下步棋呢，也可以看出黑的并没有觉得自己的形势有多么的严峻啊，这不虎。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有扳的这个手段，其实粘是有先手的嘛。那在看成这样的，当然粘可能会被立在这儿，就暂时不走，嗯。但是一般有这个先手的话，黑棋总是想撑一撑。如果觉得自己我觉得黑棋如果不好的话，他会扳粘啊，就撑在这儿了啊。因为扳粘之后呢，这步粘是绝先，绝先 对, 对，可以看成这样啊，这样的交换。那么这步扳粘，如果你看成这样的话，这步扳粘是不是比这步虎，啊，看着稍微
大一些哈，有木薯主要是，因为这个搬砖还是挺大的。这个搬砖之后，这个脚上木薯，这你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至少是你说八木器以上的。嗯，是的。那这部虎它其实木薯并不明显，是，但是。这个虎呢，它首先是很厚实，而且它比较侧重于中腹，所以从这步棋的透露出的言语来看，至少小申也不觉得这盘棋现在需要竭力拼搏的感觉。对，就是它不是一个说我这棋必须得拼，不拼的话就不够了这种态度。从招法上看，其实黑白至少都是觉得这棋我们慢慢下，进入后半盘都觉得还不错，我觉得。那我们来看接下来笑笑的选择。看连笑的这个也是。赢起的下法，我觉得是对。但凡形势不好，毕竟我这这么厚，我总是想再深入一点。我感觉我往里入一个，这个棋肯定他不会死啊。就是可能是一个他便不便宜的问题了。是的。那如果不够的话，甚至点一个，对不对？啊，这都是有可能的。那可以说下这儿的话，就是连下的意思，这个地方让你围住，你也不太好。对，这是他对形势的一个判断。对。那如果参考 AI 给的数据的话，其实笑笑的判断是没有问题的。对。但是就像我们说的，其实到后面这个棋盘越来越小啊，就有的时候这种哪怕20个点或者30个点的这个胜率，其实真正的换算成目数的话还是很接近的。对，它没好多少。这个棋虽然白棋现在可能是还不错，但是由于黑棋是拿着目数的啊，白棋不错就不错在这种地方啊，它到底能为多少目？是的。所以这盘棋我们还得继续往后看。黑棋跳了一靠，对，想要围控啊。那么白棋在这地方就开始收官了。对，因为棋我们看，如果这里是控的话，那这个地方以后有可能就是双先的官子。啊，所以白棋如果觉得既然你是木薯的话，就把这收掉吧。就打了立，就可以看这下先立掉之后，这个地方基本算白棋搬粘。那么刚才黑棋搬粘的这步棋呢，就是一个逆收八目啊，很大。因为白棋差了五目棋，黑棋差了三目棋啊，这个是比较好点的一个目数。那么白棋把这里定型掉之后，然后再把这个打拔，这个是非常大的，对，也是。这个地方好像强调了很久了啊。对。他看着很着急了。那是。那可以看咱们就是。虽然问不了当事人他们怎么想的，但是可以看双方的招法，就是白棋打拔黑棋虎，黑棋就已经算成这个地方是你这样定型的。他也是不觉得自己的这个棋是差的。对，因为我们记得在看 AI， 虽然一直强调这个打拔，但是在 AI 的推荐图里，黑棋绝对不会对。对，黑棋是没有虎的招法。对，黑棋都是啊，赶紧去外面，比如说抢大场、抢别的地方。所以从这步棋的招法，我是真的感受到小申并没有觉得自己，不好，或者说他肯定不知道 AI 已经给他的评分就是比较。不过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像你觉得。啊，白棋你判断不清好不好？可能你觉得差不多或怎么样，但对方给你一个下的招式就是你已经输了，就是你下什么我跟你赢也会干扰你是。你打我粘，你立我挡，你打拔我立虎，可能你是不是会对自己的判断产生怀疑？是的，有的时候会是这样，就可能是不是我的判断出现问题了因为毕竟他是深真旭嘛，比如说这样的一个高手，对，所以这就是我们人类棋手，就是大家都是有感情的，然后会受到情绪的波动和影响。那如果你是 AI 之间的对局，他肯定说啊，现在一选是这里，我们就下这里。但人的话就会，也许你本来想走什么，但是因为受到对手，怎么这么稳健？这棋我的判断对不对？对，对自我产生怀疑之后，可能你的棋，比如说啊，过分了一点，那被对手一抓住，那可能就真的是被对手逆转了。是的，所以这赢一盘棋是非常难的。那现在黑棋跟着应以后，那么白棋，接下来，白棋打一个啊。对，但这步打确实，首先这步棋没看到它有什么目数啊。这个棋就是和黑棋长相比，这个地方它并没有什么目数。对，如果从双方消长的要点，感觉这一带更想走，因为这一带会影响这边的目。那比如说他拐一个扳，这才是帷幕的一种。对，如果只是这样的话，感觉比如说白棋在贴，或者说你再打，甚至你长一个也是可以的，这时候该白棋选择。
所以我感觉这步吃应该是其实这盘棋白棋第一个感觉有点值得商榷的地方。嗯，白棋吃我觉得它就是很想瞄着黑的左边这块棋，就他这步棋他是觉得你这地方你注意啊，你这边没有眼是吧，我这以后说不准可以看那个有一个杀招，对，就是如果你是这样冲，我是先手破掉你的一只眼，那说不准有朝一日是吧，我就上来了，我没准要杀你，对，我就在这儿一点，你这个地方有可能是个假眼，是，我觉得这是笑笑的时候笑笑还是想威胁一下，运作一下这个，这怎么能把你这块棋给灭了啊？是。那如果比如说白棋这时候长，黑棋跟着贴，那白棋再拐一拐，我感觉，如果是收目的话，白棋应该是这么收的。嗯。那如果这样怎么样呢？感觉大概。这样的话，白棋，比如说收目再打一个，感觉看着，白棋应该还不错。嗯。是。这样的话，因为确实从纯实控的角度，黑棋虽然这一代增加了实木棋，但白棋这一代也增加了。对对，所以感觉上，应该这样的话，可能白棋从控上会更有把握。嗯，他这一步吃完之后呢，这个好点就留给了黑棋。黑棋飞，是的。好，但我看这个拐是下的很快啊，他这个地方就是想好的呗。对，他这步打，或者说他当时就是觉得黑棋要飞的话呢，我这通过拐了一点，之后我是准备搬进去了这个地方，对之前我只能长，但现在我可以搬进去了，也有收获啊，对，但是他实战呢走完以后呢，他好像并没有搬，对，因为他在这个地方好像出现了又长好，对，可能又是一个判断上的，就是本身搬呢。肯定黑棋这个时候不可能再老老实跟着硬嘛，黑棋一定是要反击之类的。对，黑棋是回把针。嗯，那可以看白棋为什么他又没有马上搬呢？对，因为如果你虎呢，你这边就被搬住了，而且这边还要被这边一打吃，白棋就已经有点承受不了了啊。这边的这个叫吃，如果你还硬，这边一吃啊，对，黑棋应该会马上就吃了，粘出来了。这边。就是这边有先手，然后你这一带的联络并不是。本来白棋中央还是有些潜力的，要围控。那现在通过这个被打断之后，白棋还要注意自己的这一个自身的断点问题。嗯，是的。那么如果白棋是粘在天上，那黑的这个地方依然还是有一个断啊，白棋没有防住这个断点。是。所以说他拐了点之后，突然发现。好像这个搬进去是有些问题的，对，至少是不是自己胸有成竹的感觉，对，跟他想的不太一 样、是，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白棋用了很长的时间，最后做了一个收控的选择，白棋先搬一下，当然这个选择呢，黑就是依然得到了 AI 的支持，就是说他这样收控的话也是觉得白棋有可能略微的好一点点，对，就是说白棋这么收局面呢还是白棋还不错，但是如果是这样白棋继续收控的话呢，感觉对于白棋的难度系数上来讲会比刚刚这样简单的收控要更难一些，其实长一个本身是你收几目，这个就是我虎进去吧，虎了打进去，这是让我做官子题了，因为我一眼没有看出来黑棋拐住，我再拐是后手了吧？对，再拐一个是后手6目，这一拐，那就折个3目，那么折3目跟这个长相比的话，6目吧，差了4、5、6、7，应该是本身不算这个子的话，是一个逆收5目，加这个，估计。能有个逆收7目左右，那逆收7目其实感觉上，也不是说那么大。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就首先这个地方走一走，还有中央其实都不太好判断。因为如果说，比如说白棋我这边走一个，你是要补活的话，那我这个地方可能也是先手的关系。就是飞一个也蛮大的，像这种地方。对，其实现在大的还是挺多的。对，感觉这步棋不一定是最大的，不一定是当前全盘最大的一手棋。对，关键走完以后，白棋这一搬粘，感觉其实搬粘也很大。对，这样的话，这个也是一个很爽的关子。
那么走完之后啊，白棋就点上来了。点啊。对，感觉下到这儿，我觉得还挺看好白棋的。嗯，点之后呢，黑棋变成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就是这块棋它到底你是以后需不需要补棋啊？对。那么黑棋贴，这应该是必然的。白棋翻。就这个地方感觉上白棋一下子就涨了十来目，对，嗯，还是挺有价值的。这基本上打吃日线是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基本上是白棋这地方能为十五目，可能还要往上继续增长的数字啊。这也是之前呢，像这盘棋啊，刚才前面一直强调这个棋它到底有多少目，它有一排的子啊，它有一排的子弟，然后点目时候不好点，但它当它一围目的时候。你突然发现白棋涨了十五目棋，那可能和你之前的判断完全就不一样了。对，但是反过来就是说，如果之前白棋走了一个别的薄一点的图，那么很有可能是以后被黑棋先手点两下，那可能中央就是一目都没有。是的，对。所以说这种厚薄，是怎么点目是最难的。对，那现在的话，我看到黑棋的下一手也是很凶啊，黑棋飞下去了啊，飞。那首先眼见的白棋就有靠断或者是冲断的，就是有一个断点在这儿。啊、对。但是不能直接走吧，因为黑棋这边有一个接应。那如果我就比如说我们看一看靠断。跑。啊，这样的话我这步棋现在吃。我不能立了吧？我能立吗？黑棋立不立呢？黑棋应该感觉立完黑棋应该不会立了。对，立完我这边不是也不能把你怎么样？长了挡住了。对，这样好像白的还挺厉害的。对，这我是要干什么？我好像没这样，黑棋等于只是下面破了一点目数。黑棋应该会打吃。打吃。白棋提啊，等于黑棋再打住。对，黑棋通过飞呢，它其实是一个弃子。然后这样把白棋包进去，是的。那我能不能再尝到一下？尝一下，不便宜，意思差不多。就是如果我打吃被一拐也挺带劲。对，这样黑棋拐出，等于说黑棋既抢了长，然后他又把白棋这个地方目数给破了。总之他飞呢，他就是一个诱饵。对，对，就是如果你忍不住吃我的话，其实我这个效果可能比我单尝还要好。对，其实可以看，如果白的狗冲。这个冲断啊，它也是差不多的意思。白棋断，黑棋打吃出来，冲，白棋长，那么黑棋粘上。白棋要断掉。对，那么黑棋拐啊，其实黑棋都是啊，通过弃掉这两个子，基本上以后这样打几下，然后这样中央呢，白棋这个地方目数就被黑棋给自然而然的破了。是的。所以这个地方等于是黑棋觉得他这样收数会比普通的长，然后被你一手棋跳在这儿，对，效果要好。他认为，他觉得比这个图要好。是的，对。但是在黑棋飞的时候呢，笑笑也是特别强硬的选择了尖这个。这个感觉白棋是梦想终于快实现了。是的，就是这块黑棋的大龙，他不活现在。是的。也很犀利这步棋，因为黑的不能再在这边硬了，再硬的话，被冲死，这个就飞就完全损进去了。对，必须要跳。跳。然后出招了，点。白棋来了。这样的话，黑棋呢，如果想先手是这样，但首先这地方还欠一个子，而且这个空不太能满意，所以这地方比较必然。那么就是里面黑棋是一只后手眼，然后。哎，白棋这个时候啊，白棋实战选择冲一个啊，我觉得这时候白棋，他既然啊，他选择了想吃黑棋，那么就应该直接动手。是的啊，但好像现在由于白棋刚进入读秒哈，这步棋应该是进入读秒。是的，应该是飞的时候就进入读秒。对，就这样的话，我们先看看这个局部的死活。局部黑棋能活吗？我就是得靠这两边的怎么拱出一个眼。是，可以看如果黑棋团白棋挤，这都是
假也。就是我要么就用这个先手想办法吃这个字，对对吧？我就这么几件事儿，反正，但是我这边气很紧，就是本身如果没有气紧的话，我可能能跳家，嗯、但是我现在自身黑棋气紧的、嗯，然后我怎么打吃，好像你这个后势对就发挥了作用、啊，所以我可能得用这个打，是吧？那么白棋挤杀，嗯，那也就是说我现在这有个先手，这有个先手，那我要把你踢掉，哇，你就这样，嗯，那我打一下可能。大概看成这样，对，哇，这个确实是，如果看成这有个先手，要不点吗？点，嗯，大概这样，感觉白棋还是挺厚的，虽然对，由于白棋它这个这边一道壁，这边一道壁，嗯，这中央虽然气有点紧，但是黑棋应该还是不太好活的，嗯。我们当时看的时候也是觉得很危险啊，就觉得可能下下要亮刀了、嗯、但是确实这个60秒之内要把所有的变化算清有点难，这个是主秒的时候，他这时候白棋需要下定决心是不是直接杀，那么他这个冲呢显然是这时候去做一步准备工作，就是如果你挡、啊、如果挡的话他多个小尖、嗯、啊，那就多个小尖多个先手的话，他觉得这个杀起来肯定是更轻松一些、嗯、啊，这是毕竟多个子本身也是一次延时嘛，对，如果你要是粘上，首先这地方我就可以啊冲断到你一个子，然后我们再研究这地方我是不是还是杀你，嗯啊，是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因为黑棋本身就比较危险嘛，所以可能这个时候黑棋也只能选择转身、嗯、对，黑棋长，但是被黑棋这个转身之后，我感觉这属于放虎归山啊、哦、对，有点错过一个一击致命的机会，对，因为本来如果是这个杀的话虽然是说读秒，但是跟部署就没关系了，嗯，那就是一锤子买卖，嗯，杀死就赢了，杀不死就输了，是的啊，或者说其实啊，就真的以笑笑的计算力，我觉得他既然做了这个决心以后，那每步棋反正我也不用纠结，我不考虑别的，我就只挑，也不用再考虑收目或者怎么样，对，我就真的杀你，可能反而对笑笑来说更好处理一些、嗯、现在的问题就是小申识破了就自己这块很危险以后呢，他赶紧做了一个转换，嗯，那么接下来其实虽然白棋也不差，但是呢就是应该说更难了，因为你要在白棋虽然现在优势，但是白棋的优势是很微弱的，对，可以看虽然这个地方死了啊，这个地方被白棋冲死，在白棋由于有这个一路点，它这个点和黑棋挡它损了四目棋，非常的可怕、啊、和半张本来是这样、啊、白棋损了四目棋，对，这个看起来不起眼，但是本来白棋有一目，黑棋三目，对，现在黑棋六目，白棋没有目了。是的，对，这等于损了四目棋，等于说黑棋这步棋，非让黑棋得损四目棋。是的，而且这个地方就白棋的这一下也不一定对中府怎么样。嗯，因为我手割了一下，我觉得白棋是亏了、嗯。那为什么亏了呢？可以看，我们把这几个拿掉。啊，我们这时候黑棋长了一个。嗯，白棋跳。那么白棋跳，黑棋穿，啊，白棋挡。嗯嗯，那这步几步棋就是黑棋长一个稍微缓了一点也正常，那么黑棋这个和白棋粘亏两目啊，亏两目，是的，那么白棋尖啊，这个地方它这步尖应该也不会是好棋，嗯，和黑棋挡，白棋应该这步棋不会便宜，对，那么如果这步棋损了的话，黑棋损了两目，白棋已经损了四目啊，所以说感觉上这一回合的交锋中啊，白棋应该是不占什么上风，嗯，关键是这样的话其实收官反而选择的地方就比较多，对，所以现在虽然是白棋优势啊，但是这个读秒的变数是我们有点替笑笑担忧的一点，那么接下来就开始收官了，黑棋提，白棋收啊，白棋收这个冲啊，冲了打掉啊，这个是收官的好手，这样其实不管你走不走能够打到一下也便宜了，嗯，然后呢白棋没有选择走，白棋啊先尖中府，对，嗯，嗯，然后黑棋打吃一下，打吃，白棋打吃，嗯，啊、嗯这打吃的原计划肯定是准备提掉的，嗯，啊、那为什么又改了呢？他可能是觉得中央比较大吧，嗯，虽然我也不知道这个地方，就白棋冲一个，这么收是吧？啊，对，因为现在全盘可能也没什么大的，啊，他
他是选择打完把这个断掉。对，他是又来这儿定型。因为可能现在黑棋判断呢，正常收黑棋还是要差一点点。所以说深圳序这地方可以说是放出了胜负手。他是往里拐。拐。这个白棋就给他了。现在感觉是一个白棋是等着黑棋出招啊。就是正常收的话黑棋就不太够了。那么黑棋、要先尖的这个。黑棋先尖。白棋就跟着白棋挤在这儿。挤住。白棋这一挤是想便宜木棋。对，正常是搭住。对。但是他现在意思是说我这个地方因为你是要靠这样活棋的，他觉得你棋特别紧。就如果你敢往里走。是藏不进去的这个地方。对，那我这一断你这里面是吧就有问题了。对，直接就断死了。所以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应该说正常进行还是可能白棋还不错。然后在这个时候其实是小山下了两步我们有点看不懂的棋。这尖顶首先这步棋是绝对不可能便宜。对，关键是靠没有看懂。靠这个是当时不太懂他的意思。对，这步棋是完全的胜负手。首先这步棋靠当时肯定因为连笑在读秒。没有看懂这步棋的什么意思意图，他的意图是什么。因为下棋有一个惯性嘛，就是一般首先我挤的时候黑棋粘一个黑棋长一个或者黑棋你做活我肯定都想过，尤其在读秒的情况下。那我突然走了一步，这怎么我想都没有想过的棋啊。这个是白棋觉得黑棋这就是要干什么。对，而且我们当时因为我们在外面等待看棋的时候，谭老师就说感觉这棋实在是不懂黑棋要干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眼见的这个地方有一个打吃嘛，有个断点，但是如果你现在联络的话，那你这块棋已经不活了。那么一断黑棋这块棋大龙就死了。是因为你只要抓不住我这几个子嘛，你局部已经死了。对，所以我们当时就在想这黑的要干嘛，因为黑的如果说把这个粘回去，那这个劫好像也不太像是能打得动的感觉。对，尤其这个劫黑棋下步棋是绝对的带响。是的，所以说黑棋应该是不太行。那么黑棋现在可以看找劫，有一枚劫。黑棋找劫，白棋提掉，那么黑棋提由于黑的这大块还是没活，白棋就找中间的劫就慢慢一个一个找，这黑棋始终是不能粘，只要一粘被白棋分断，黑的大龙整块就死了。是的所以说这一团的话，这有点看不懂黑棋是要干什么对，就感觉能够想到的两种可能性都是黑棋明显不行。对，或者你这棋也不能团在这儿吧，团在这儿自己首先有先亏一手棋，还是这慢慢打着劫呢，这也应该不太行。是的。所以当时我们觉得就是说如果白棋能够团在这儿的话，应该这盘棋黑棋就非常危险了。但是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啊，感觉是不是读秒的关系，对，这步棋还是一个明显的失误。对，感觉这步棋一下子就把白棋就是一直的优势啊给葬送了。就这一步棋，因为这步棋走完呢，黑棋连上，白棋现在并不敢开这个劫。对，因为这不一样嘛，刚刚我这个子在这儿你已经死了。对，现在你要想吃我还得走上去。但其实这个子的位置很难说是便宜的，你要但凡在这种地方就是有用的地方也好一些，你是一个这个位置，那黑棋有很多劫材，黑棋在贴的话。对，所以就这步棋感觉就让这个挤进去就更不可能成立了。对，所以因为这个白棋并没有马上去开这个劫，但是白棋接下来再被黑棋粘到这儿，感觉这一串是明显的亏损。等于现在可以看这个劫越来越不可能开了。这是个两手劫。对，是的。是这样的。是我们再收了一会儿。黑棋小尖。一下。对。对。然后吃。白棋吃住。黑棋提掉。对。但我们可以看这样一定型等于说白棋好像中间没有什么收获，那黑棋这个地方又拐了几下，然后下面的木也撑住了。等于说黑的把提也走到了这个地方也冲进去了。中央好像也没有长木。是的。我们看这个地方定型成这样以后。
黑棋补在这儿。对，白棋这有一炮，所以要补。嗯，但这个地方的目数其实是之前白棋有机会能够冲了打掉的，然后可能接下来就会被黑棋逆收了。那么黑棋冲完一粘，嗯、啊，这样三个总账的话，好像黑棋一直在长目，但是白棋的收获不明显，而且这也被踢掉了，这个地方也被踢掉了。是的，后面还有一些应该是就没对，还收了几步，对，可以其实收完挺有几。但这个地方白棋的亏损非常的明显，就这样下到现在的话应该已经是白棋输不少了。现在大概是盘面十目左右的一个差距、嗯、对、啊、所以我们也是很替笑笑遗憾，感觉因为本来是觉得一盘好棋吧、嗯、前面都下得很精彩，然后对局面的判断和掌握，是的，但下到现在应该说棋盘越来越小，就没有什么变数。嗯，对，这步是最后一手，就冲完了冲这个、啊、冲一下啊，对，是这样的。嗯，感觉上还是很可惜吧，就最后对，非常可惜。我感觉像这个团应该就是很简单，因为这个地方总共可以下棋的招法也很少啊、嗯、基本上就比如团或者白棋直接打上去，或者白棋就收兵了。那到底怎么走，其实这个地方对笑笑来说应该是很简单的一个地方。嗯，主要是笑笑本身应该这方面也是他很擅长的、嗯、所以可能在最关键的两次抉择的时候他没有选择出刀啊，可能是受到了读秒的影响。他应该是觉得正常下要赢啊，如果他不够了肯定早就选择要跟对手拼了啊，就是会直接杀黑棋大龙，或者说怎么样跟黑棋打劫啊。嗯，而且以笑笑的战斗力，我觉得他如果真的去攻杀的话，我们反而可能也很相信他、嗯、对，所以这盘棋今天真的非常遗憾啊，就是笑笑这次应该说最后吧一个失误葬送掉了这盘半决赛、嗯、那么就等于是申真旭会进入春兰杯的决赛、啊、那么这盘棋呢我们就先为大家讲解到这里，稍事休息一下，带来另外一盘半决赛的讲解。嗯，好的，有信号为